你是在监狱换别人，没有这种可能。陈亮，你是在杀人灭口。我为什么？因为蜜雪芳。因为她长得太像柳眉了，你是怕我，因为她长得像柳眉。 我现在可以明明白白的告诉你，她不是刘梅，她就是米雪芳。你是不是一直在想尽办法来证明米雪芳就是刘梅，对吧？荒唐！虽然没有这么说，可是你一直在这么做。我为什么非要证明米雪芳就是刘梅？因为米雪芳如果是刘梅，那当年的死而复生就只有一种可能，她是特务。整个大辩护人。 都是特务的一个阴谋，这就是你要告诉我们大家的。而且你还编出了一个什么管理员，刚好前几天在他看管的停尸房里死而复生了而又起好，啊！于是你就告诉大家，6年前的刘梅也是在他手里死而复生，在他手里活过来的，那没有人不相信。但是。 死无对证，现在你说什么就是。好，那你告诉我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为什么？你希望米雪芳是特务，因为你希望她进监狱，不是吗？其实你完全可以刚才就把她抓起来，你是没有带枪还是没有带手铐？陈亮，我们在一起生活了6年。 我是什么样的人？自私！你想啊，你怕自己的丈夫爱上别的女人，这我理解。可是你容不得我心里像刘梅，对吗？那是刘梅，我的前妻。你说你小爱，你更容不得一个长得像刘梅的女人，活生生的一个女人出现在你面前。 我给你点上，来，我给你点上，不敢不敢，你先把我松开，点上再说，饶命，饶命，长官饶命啊！ 长官饶命啊！长官饶命啊！长官饶命！我混蛋，我该死，我他妈不是人！你胆子也太大了，在我面前也玩这一手啊！我再也不敢了，我就这么一手，是看家防备死的本事。我真不该在您太岁头上动土啊！我他妈混蛋！ 我他妈该死！我他妈不是人！这里边是什么呀？啊，毒针，是不是？啊，是。从哪儿学的三脚猫的功夫？20年前，教我算命的师傅教给我的。我没有别的本事，我就留这么件宝贝防身。
就你这种三脚猫的功夫，还是别留着他了，早晚因他而丧命。你看过打棒球吗？啊，棒球。 多谢长官，多谢长官，多谢长官。多谢长官，知道我叫你来干嘛吗？不知道。啊，您吩咐。我需要人手。什么人？能搞到军车，能组织人帮我搬运东西的可靠的人。来，该睡觉了啊，你听话。 你说，你是不是跟妈妈吵架了？没啊，没吵架。不对，我都听见了。我们那是在谈工作。那妈妈怎么走了？妈妈有任务，她去执行紧急任务。你说，是不是你把妈妈气走了？养狗不许怼人啊！你说，你说呀！ 老板叫阿三，只有他符合您提出的要求。他怎么样才肯帮忙？黑桃 Q， 只要您对他亮出您的身份。睡了多久？这边解放以后，他一直在这儿睡着。今天我交给你的事儿，我对谁都不会说。 我还不想死。你要没什么事儿，我先回去了。还想当副总指挥吗？想，就怕我没那本事。不过您放心，您对我有不杀之恩，从今以后就是您的人了。哎呦，先生，喝糖水吗？ 里面坐。糖水来了。嗯，这么多年了，还是这个味儿。哎，听您这么说，您是老客人了。当然，你这个店解放之前就有吧？对，开这店的时候啊，我们老板才17岁，那时候他还在码头里扛麻袋呢。阿三呢？ 你认识我们老板？你们老板没跟你说过他有个把兄弟？没有啊，告诉你们老板，他兄弟来了。哎，好嘞。三哥，想死我了。三哥，你挺好的吧？我挺好，我挺好。 哦，哎呀，兄弟是你啊！哎呀，伙计，哎，把店招呼一下啊，走，伙计，哎，黑桃 Q， 坐。这次来，我没有考察你对党国是否还忠诚，但在那面我看过你的档案，我相信你。 睡得怎么样？哎呀，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啊，我就这么睡过去了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你的美梦了。哪里？我早就盼着你们过来了。您说吧，有什么行动？我需要军车和搬运的人手。
我相信你，人手方面，你有什么要求？绝对安全。你应该明白我所说的绝对安全是什么意思吧？明白。我会去找该死的人。 师姐，怎么了？我这四处找你呢。我已经被停止工作了。我知道，但是有个特殊情况，从下午一直到晚上，有个男的一直打电话找你，一共打了三回，说让我一定要找到你，并且告诉你，说什么煮糖水的时候药放多了会有毒。糖水阿三。 说吧，怎么回事？黑桃 Q， 黑桃 Q， 黑桃 Q 出现了。他今天下午还来找过我。他要干嘛？阿三很可靠，1949年我救过他的命，从那以后。 对一下表，现在是11:01。嗯，再耐心一点，不要去得太早。这黑桃 Q 不是一般的特务，遇到风吹草动肯定会溜。我还是想不明白，停尸房能藏什么？就是，有那么大的车运，肯定不会是一具两具尸体。
小刘云，现在的我是鬼。啊不，我一直都是鬼。我是鬼。现在是11:50，通知，出发。等。
情况不对头啊，已经12:10了，是不是情报有问题啊？情报绝对不会有问题，是他太狡猾了，我怀疑他已经知道被包围了。不可能，我们隐蔽的不是很好吗？我也是刚意识到，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隐蔽的太好了。你想，糖水阿三能给他找什么样的帮手？肯定是一些虾兵蟹将。现在已经10分钟了，他还没有给信号。如果真是那些虾兵蟹将的话，肯定有人沉不住气要进去看的。可是我们……哎呀，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层？黑桃 Q 根本就没想发信号。走，哎，你掩护我，我下。马上组织人，快去救火！是，局长，我看到他了。谁？黑桃 Q 217号，在哪儿？就在地下工事的入口。
爆炸肯定是他干的，为了分散我们的注意力，结果又被他跑了。报告丁局长，我们存车的地方丢了一辆车，有人看见是被一个穿着黄衣服的人开走了。黄衣服就是他。不是有人站岗吗？都去救火了。马上通知全城戒严，找那辆车。是。怎么搞的？怎么这么多人，居然让他跑了？下来，快！你要干什么？你把你们家的保姆叫出来。不去。这么大动静，你想干什么？对不起啊，打搅你们休息了。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们，你们家的保姆是那种人。啊，你们这边的公安管他们叫特务。不会不承认吧，少爷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赶紧收拾东西跟我走。要不然就来不及了。我是抢了公安的车来这儿的，用不了十分钟，会有大批的解放军和人民公安赶来。你不想在这儿等死吧？你看，我没骗你们吧？你们听着。一会儿公安来了，有关我的事情你们知道多少，一个字都不能说，要不然我让你们每人吃一颗黑枣，听见了吗？并没有的，秘密图纸什么？既然他是个特务，谷仲如都可以趁你和小金大夫不在的时候偷拍了图纸，他怎么不能呢？谷仲如畏罪自杀的同时，他曾经到局里报过案。对，是我接待的。局长，他一定早就拿到了图纸。如果谷仲如逃跑成功的话，他举报过，就可以让我们排除对他的怀疑。当然，他知道，如果谷仲如被抓到的话，一定自杀。太可怕了！平时他老实巴交的，连多余的一句话都没有，真没想到，真是这么坏的一个特务。我有责任，丁局长，让这么一个狗特务在我们家潜伏了这么多年，哎呦，我有责任呐，我有责任。王先生，黑桃 Q。
我好像见过你。房子不错。黄先生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知道我已经没用了，可是我恳求你，既然我已经与黑桃 Q 见面了，咱们真正的行动就要开始了。现在是用人之际，啊。局长，各个区我们都安排了夜查，但是还是没有发现黑桃 Q 和他们家的保姆。看来敌人隐藏的老窝还不少啊。下一步怎么办？秘密图纸，你分析对了。秘密图纸肯定是被那个保姆窃走了，石云，必须把这个情况向上级领导汇报。从不是为了别人谢。交情论完了，我们说正事儿。行动什么时候开始？我也很着急。我跟你说，行动的内容我也没收到。你说什么？你也不知道？我来之前他们就告诉我，只要我见到你，我们的行动就开始。你却不知道行动内容。你不是跟少姐说过吗？你的级别比我高，你从那边出来的时候都不知道行动内容是什么，我怎么会知道？干什么呀？今天晚上你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来，出去会很不安全的。他们耍我，我不当小丑。
我要走了，找一片自由的王国度过余生。前面这四个人死了之后，我自然会告诉你下两个人是谁。装神弄鬼。哎，天亮再走吧，现在公安夜查得很厉害，你这样走会很不安全的。这么早啊？我给你和毛毛送早餐来了。你自己做的？我不会做饭，我买的。怎么了？刘梅也不会做饭。以前我们俩都是我的。